到家以后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我媳妇正拆这快递呢。哦，您爱人。现在我们家这快递，我跟你说，都改了快递站点了，是啊，早起周末要睡懒觉，门口能堆一成小山。那么多，他全是快递呀、啊哎！我媳妇正在这拆的啊。我一看罢了，怎么这东西错不了？真是我亲媳妇啊！从哪儿看出来的？哎，又是打底裤，你看见没有、哎、啊？真是哦，打底裤，见天的买打底裤，就是打底裤40多条了啊、嗯，长得都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是我一说他，他不乐意了。你媳妇不乐意？谁告诉你一样的？啊？谁告诉你打底裤都一样的？不一样吗？能一样吗？材质不一样，薄厚不一样，款式不一样，知道吗？颜色不一样，腰的高低也不一样。腰的高低，哎，这打底裤有高腰的、中腰的、低腰的。嗯，我就纳闷了，一秋裤低腰的穿的不冷吗？那嗨，净瞎操心。说是平时啊，你赶上什么双十一呀、双十二更完了。怎么？什么护发素啊、洗发水啊、染发膏啊、面膜啊、护肤品呢、啊，成堆成堆、成箱成箱的往家里买呀、啊。这你就不懂了啊！我跟你说，弟妹这是好习惯。什么好习惯？碰见这网站打折，人便宜多囤点没关系。是多囤点是有道理啊。你得看着有那个日期呀、啊，嗯，好多东西你没等用过期了，最后扔是不是糟践了？浪费了啊！还有那衣裳，见天来网上买各式各样衣裳、鞋一堆，袜子一堆一堆的。哎呦，那天我跟我媳妇说了，是我说您得注意了啊，像话吗？你说那袜子多少没穿呢？是那鞋好多都穿一两回都不穿了，你说这多浪费啊！太浪费了，还得染发膏啊、洗面奶多了似的，你浪费你多心疼啊！是一说这，我媳妇也不乐意了。他还不乐意，哎，他有老有理，是吗？什么叫浪费了？嗯，好多鞋呢，那衣裳是穿不过来，嗯，那衣裳穿不过来，我扔了吗？没扔，糟践了吗？没糟践。哎，我不给你妈了吗？是不是老太太穿我那衣裳挺时尚，挺年轻，多好啊？哦、是妈穿，这叫浪费吗？嗯，我是我一想，你想，你知道把什么东西给我妈吗？什么东西？前两天给我妈一双靴子，鞋呀、啊？哎，那靴子还有名字，叫骑士靴。骑士靴。哎，后来我明白什么叫骑士靴呀？不懂，就是打脚面呢。到膝盖全是鞋带啊！那天我妈穿这鞋出门系鞋带系40多分钟，好家伙，勒俩腿鞋带就出去了啊！哎呦，溜达3分钟又回来了，怎么俩腿都勒静脉曲张了？哎呦，老太太多受罪哟！你说她穿那玩意好看吗？不好看。还有那染发膏，染发膏给我爸，你说我爸那么大岁染一黄头发，那玩意好看吗？你这又不懂了啊！老年人这个染点色时尚，时尚也可以。时尚我理解呀，嗯，关键我爸那发型呢有意思。你爸爸什么发型？标准的地中海呀、啊，嗯。就这一圈头发染黄了，哎呦！打老远一看，顶个光圈出来，那玩意好看吗？好家伙，人以为甜甜圈呢，你这玩意好看吗？哎呦，甜点跑出来了。对，那天我把我们家人都叫一块了，啊、我说爸妈媳妇儿，咱们认真谈一谈。是，现在大伙儿条件是好了，嗯，一定得注意，得注意，你不能浪费呀、啊。是，咱那钱得花在有用的地儿上啊，花在刀刃上。我跟大伙儿这么一谈呢，嗯，你还别说，嗯，都同意我这观点。哎，那不错。说从今天开始啊啊。杜绝浪费，嘿，我说爸，行，太棒了，太好了，不错，真好。我说今天这日子好，嗯，咱们一家人统一思想，对，和家和万事兴，是，多不容易啊，那是啊，我说得庆祝庆祝，哎，值得纪念的日子呀、啊，是，这你这怎么庆祝？庆祝庆祝啊，打电话出去吃顿饭去，订包间吃顿饭去。不是，你们就统一思想，不至于这么庆祝吧？你看，有点仪式感吧？哦，还得要仪式感。哎、给饭店打电话，订个大包间，哎，一家子订大包间。你等会儿，你们家几口人？5口人。五口人订个大包间，你告诉你仪式感吗？值得纪念的日子吗？哦、杜绝浪费吗？订、哦、大包间，不光这个，嗯，为了纪念今儿这日子，给婚庆公司打电话，干嘛？门口饭店门口支一大彩虹纹，自己来。这干嘛？哎、这写着字儿，杜绝浪费，从我做起，好不好？有这个必要吗？你这从那饭店门口到包间铺上红地毯，边上都是露营，都弄好了。妈呀！哎，仪式感吗？我说别弄这个了啊！吃饭简简单单，赶紧进去就完了。哎，是，到里边点菜吧。哎、啊、哎，点菜咱得注意。得注意，哎，你不能点多了。我告诉你，点多了可浪费。那是，哎，后来在服务员的这个推荐下呢，嗯，我们一家子才点了17个菜，你琢磨琢磨。你等会儿，你多少？17个呀。你们5个人啊，吃17个菜。他妈，你要咬我是怎么着？谁要咬你？你们吃得了吗？庆祝吗？中间还有一大蛋糕呢，还能蛋糕？5层的大蛋糕。哦，5层上面写个字儿，写什么？我要节约了。哎呵。真不至于，让服务员拍照，给我们拍照片啊！拍照片，家人待好了，发朋友圈啊！对，多记值得纪念的日子，太值得纪念，一点都不浪费，是不是？太对了啊！我跟你说，你这个仪式感还不够，怎么呢？再布置布置，嗯，在这个包厢里呀、啊，嗯，弄上干冰机啊，烟儿机，有这个必要吗？霓虹灯，灯光闪烁，放上音响，咣咣咣咣，哎、嗯，服务员上菜的时候，最后给你们夹子再喊一嗓子，喊一嗓子，大伙儿快看呐！
说相声的金飞，他们一家子五口人点17个菜呀，一点儿都不浪费。快看呐，这个演员上春晚了，他们家一口两个人。有病吧你？谁有病啊？你让你什么意思？你这话？我什么意思啊？您让在座的朋友们听听，什么意思？你也上台，哎，这个浪费了，那个浪费，数你最浪费，知道吗？浪费了？你怎么浪费了？嗯，五个人点17个菜，然后服务员给你拍照，就为发朋友圈啊？有面吗？这叫有面吗？现在咱们国家提倡是光盘行动，兄弟，你要真想杜绝浪费，您琢磨琢磨，是不得先从餐桌开始？我明白这个道理啊。光盘行动，我能不知道什么叫光盘行动？哎，不是盘子得光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我有主意啊。什么主意？后来临走的时候，我让服务员把菜全倒碗里头了。这什么意思？光盘啊！哎，就这个呀。